黄色配公式。球迷呢？你们高清吗？是不是超级高清？我就是不玩火了，晚上好，只顾玩讲话。啊？高糊不可能啊！我在这里高清的我自己都害怕了，第一次用这么高清。没有水，哪怎么可能有水？晚上十点钟才停水。把我的 iPad 拿过来看一看。Hello， 晚上好。这样吧，感觉这样会亮一点。谢谢六的奶茶，打蛋，凉拌。我们社长给我们订了酒店。谢谢 EA 的玫瑰花给我们订了酒店，然后把光调亮，去洗澡卸妆，他走了吗？好的，让我来看一看。不知道，说今天收拾东西来着，我们刚刚回来还没去看。哇塞，不是，我今天是胃痛，不知道为什么就一整个大痛，真的很高级。最后两首歌，哎，谢谢发呆的万圣夜。牛啊！不知道，原来真的是我手机的问题，就今天的问题，是在房间，只是在不知道吃了什么。对，好高清啊！谢谢小妹。昨天弹幕都在夸我，夸我什么？棒，谢谢鸡舍的南瓜派对，谢谢你，谢谢鸡舍，谢谢发呆。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难受，然后、啊、然后人后知后觉，我今天还吃了很多柚子。我就是正常的情况，就是每个月怎么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呢？吃了很多柚子，谢谢 Rex。白天吃了，我点了一个鸡汤，就是谢谢单推刘贤的糖果。今天点了一个鸡汤宝喝的，早上不下午，不知道是怎么了，有可能是受凉了，因为就其实胃痛伴随着那种犯恶心，就很难受。久违的高级，以前都不高级。谢谢98糖果，他们说我腿特别好看。我刚刚还以为我眨眼有特效呢。谢谢睡午觉。我有可能是受凉了。正好我眨眼的时候，它发出了一个光。我就觉得像是那种我之前有那个，没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之前有真的假的，我跟大家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有一次肠胃感冒也是，就胃疼的厉害，然后就一直吐。但是今天还好，只是干呕，就很难受，整个大难受。哎呦！好，希望这特效做的不错。谢谢想飞的穷途送的25个银元棒。谢谢仰卧起坐。其实被子挺厚的，我刚刚前面最后就两个嘛，就最后一趴不是一个万圣节南瓜吗？第一首这个万圣夜跳，反正最后一趴我跳了一首还是两首，跳了之后下去就很难受，然后就找姐姐要了一个那个胃药。谢谢老王，然后吃了现在好一些了。谢谢夜藏的恶魔头饰。又要来一，这南瓜派的有点抄袭啊，抄袭那个鬼怪，就是往前面走的那种经验。抄袭鬼怪，我怎么没这个印象？谢谢菊太白的恶魔头饰。多来一点。谢谢夏意的万圣夜。你喜欢阴的？你喜欢这个阴的特效？晚上好。就。不知道怎么，反正他们今天也有人说吃了之后肚子疼的。是因为季节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季节，还是因为什么？天，又跳！我上周不也是，之前也跳。这个南瓜菜。和这些熬夜还得有关系，看你现在。有可能吧，我可能最近脸上也有点过敏的倾向，有可能就是最近就是那个啥吧。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对，我开始还在坐在那里思考了很久，想说机长要不要机，就在那思考了很久，然后看就感觉今天人很少。哎，好像是我
好像真的有点像戴。哎，我头发长出来这么多了。我怎么这个睫毛刷的这么多？就感觉今天机长，哎，今天机长成员挺多的。是啊。那就是今天上公演的成员少，所以我就出去机场。这么谢谢蓝一起染的衣服，那我以前是有多不、啊、不染了，就给他自己长吧。好想看一看，不能再伤害我的头发了。让我来看一看。29号更少了，为什么？哦，谢谢满前的戴安娜的凝视。怎么这么激动？这是掉的。用洗手机在直播里。那个紫色掉的。哎呦，为什么？这个戴安娜真的蛮高贵的感觉。谢谢 BAHA。H N H O F 的英文，有成员去外务了。啊，对。不得不说，这个新特效做的还是很有想法。谢谢 F R A N 的糖果。对啊，难道还没有人知道？是吗？这个发色好看吗？还有人不知道？现在我又在思考要不要把这个头发染黄 Max 远峰蓝一个 T 的人吗？白轩，你在夸赞他的手机。谢谢 HOO 的万圣夜。当时我这个介绍在那一长串，好看的，那不染了，就这样。有没有人看到我的 iPhone 13 Pro Max 远峰蓝一个 T 呀、啊？我觉得它应该有可能还会掉颜色，一个 T 在哪？掉成那种枯黄色。真无语，脑子里就只有一个 T， 没有我的 iPhone 13 Pro Max。我现在没有用那个去黄洗发水了。真是怪 啊！对，我刚刚拆的那个盲盒，今天收到的礼物，特别染，特意染的染。百姓云好恶心，百姓云买新手机了，炫耀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别人是，我刚才在说我买手机不是为了炫耀，你是在啊？你刚刚不是在炫耀吗？没有，我只是在读他的名字，很平常。啊，是吗？对啊，我以为在炫耀。因为你的 iPhone 12 Pro Max， 你现在正在使用 iPhone 12 Pro Max 直播。我从来不讲我用什么直播，只是听见白旭宇在说。昨天我们在台上都听见在讲，谁有看到我的 iPhone 13 Pro Max 远峰蓝一个 T 吗？我们在台上听得清清楚楚，台下粉丝都听到了，在笑。你声音说的很大。啊，真的吗？我完全不知道，在后台找手机呢。对，你声音说的很大。谢谢。然后我们在台上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真的，富婆在炫耀，俺、哎、羡慕了。谢谢小鸡爸爸的六块八币。哇哦！不会吧，这么激动？不就是一个新手机吗？早知道我早点买，难受。谢谢小西瓜的第三个六块八币。买手机，你早说嘛！买手机送发电的。我这就预售就买了，我就预定的，我就早就跟我妈妈要，对吧？就早说嘛！哦，谢谢小西瓜的第四个意外发电，怎么了这是？这么激动，新手机这么激动？哈哈，原来是这样。早说早。不，人家就是为了庆祝百姓换新手机了，和月底有什么关系？百姓女声音好大，那赤裸在炫耀，人听着心里开始了。我声音这么小，人听着开始心酸。谢谢小西瓜的第五个。你看，你声音不大，听得清清楚楚。好，我声音大点。谢谢小西瓜的第五个用爱发电，谢谢你啊，谢谢。怎么样？知道了，这个声音才叫大了，好吧？我给你拿个小喇叭来行不行？都累了。给你拿个小喇叭过来好不好？不用了，不用。小蜜蜂。那也不用。这栋楼都听见。这栋楼。算了，吃点巧克力填一填自己。谢谢多米娜娜没给他背，多米娜娜没给他背，嘴都瓢了。嗨，晚上好。我们社长给我们开了两间房，到时候我们队的人轮流去洗澡。等会儿直播结束，我就去洗澡。对，我们先去洗，因为有人去吃饭了。我开始都想吃吃的，后面我在群里问了一下，我说胃疼可以吃海鲜吗？他们说不要吃最好，因为海鲜是凉性。习惯自己说，因为去酒店洗，停水了。哦，
我们社长给我们开了酒店。今天其实外面的温度很高的。全上巴都知道百子是富婆。那个叫什么？百子富婆。嗯。啊，我。对，我也没有见过这么高。没有去吃。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清的地方。但是真的想吃。今天好好看，真的吗？我今天。那以后真的。真的后知后觉，我还找阿姨点了一份柚子，在那康庄吃，吃的很香，因为那个柚子很甜。把刘海取消掉。海鲜是凉性的。为什么？为什么会打问号？不是刚刚才说今天好看？今天妆好看，因为今天就贴了两根假睫毛，其中假睫毛已经被我拽掉了，在车上的时候控制不住。啊，现在好多了。把假睫毛拽掉。妆很浓，舞台妆就很浓。我在舞台上妆要是不浓的话，就巧克力应该可以吃了。这是零食、啊。这没有刘海，其实这没有刘海，这已经是把这块憋过去。这是追星的阿西送的。问我头饰。长大的第一步就是没有刘海。对啊，今天过也没有刘海。今天怎么这么承认？因为见没有刘海。谢谢旧时傻的万圣夜。不，这真的，这是大王，这不是大王。谢谢 K U R。这像个猫猫。O O R O R O 的奶茶。哈哈。人又开始眼瓢了啊 ！R O O。黑大帅。哎，你们这老问，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肠胃好也不好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不就是？我好像一直都比较吃麻麻香吧。这个、女孩子每个月都会经历的第一天的痛苦。肠胃炎瘦了五斤，我觉得我应该不至于。吗？我不是难受，我今天吃了，习惯了就是在舞台上，前面在台下吃了，找姐姐要了胃药吃了之后，懂你们懂吗？我觉得现在就好很多了。有人解释的这么清楚吗？真的是，我现在好很多了，就很难受。明天就能吃大餐。无语了，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但是我不爱吃药，我前面是太难受了，我下次去找姐姐要了一个药吃。就是啊，每个月这个 L A P E R 的糖果，不是止疼药，是胃疼的。你非要问，非要问，你们非要问。和疼痛，好，我可以不回。就是人怎么说呢？就是有那越难受，你就越想吃。在床上，已经是那种。这个就是病入膏肓的那种，已经快要变成绝对人的那种，就越不能吃东西，就越什么都想吃。你身体没事了吧？晚安，睡吧。睡吧。是吧？这种感受，就越难受，你越怎么样，你就越想去干。但是人就是怎么说？是良辰冷相，我形容的发语的奶茶。我就是说肚子疼，难道？这很正常，好吧。我之前这嗓子哑了，说不出话，就越说不出话，越想说话，说到后面完全没办法发声了。对，就是多喝热水。多喝热水。对，就是很虚啊。谢谢你，盛夏光年的万圣夜。谢谢你，万圣夜。谢谢盛夏光年的。今天多少号了？丑男瓜来了，吓人的丑男瓜。24号了。这个丑男瓜，时间还挺长的吧？它有一段路走。就只有29号有公演化妆了，是吧？对。好粉。嗯。哦哦。还有一个万圣节是吧？这个月。安静的又爱。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差的还多不多了，哎、你们觉得我这个月差的多吗？谢谢国际养生，阿姨又开发地，让我有一些大家这个月都非常的不积极，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不积极，让我稍微有些不好意思。好，你们今天哦哟。谢谢佛系养生。我也知道，前天想问我哪里不积极了，我每周中都还直播电台了，好吧，我还不积极。
是你们不积极了，你们越来越不积极了啊，这个心态有问题，不能老是指着一个人吧，好吧。早知道我的这个 iPhone， 谢谢波利多乐的皇冠，谢谢谢谢，没听没听。你要不早说，真的亏了这么长时间，亏了这么长时间。对对，早知道人家也会累的，早知道是这样，应该买两个手机。积极一下，告诉我为什么？现在已经那要赶车吗？再下单一个也不会有我现在这个搞钱，我现在这个已经是最高配置了，好吧？已经是百姓女在最高配置，诱惑我。对，谢谢豆猫的荧光棒。但是你这个十二应该也挺高清的。你当时买十一的时候，我就很心动，因为你拍那个好清楚，拍视频。现在十二还加了个电影模式，那天啊十三，哎，是我的问题，对不起，我对不起十三，十三真香。我那天我们房间，那我买一个 T 的意思就是我可能就两三天换手机了。谢谢是水月的皇冠，因为它内存很够，所以就不会换手机了。谢谢谢谢。我的十二 Pro Max 也不差，好吧？好歹也是 Pro Max， 好吧？看我那个十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十一是不是不行？对吧？谢谢 EA 的万圣节之万圣万但是我们万圣夜，它从来不高清啊！比心比心，那你又不用，你又不要用 X2 直播，你要用 X2 直播吗？你要用八直播吗？是啊，有心理。那好吧，那我就换个八好。以后我当时那天视频就是在我们房间拍的，然后就是要瑞姐用她的十三 Pro 拍的，然后当时就我不知道换了十三 Pro， 然后她说为什么这么黑呀、啊？然后打开了我手机摄像头，我说。我的不黑啊，我的一点也不黑，应该看不清吧。然后他说有可能是他那个模式有问题。我说我的也不黑，我的可怎么怎么的。然后他说，哎呀，你不要和人家比啊，人家是十三有电影模式，好吧？你没有，你十二 Pro Max 落伍了。退化五年，从八到十三，哎，真能实验。我以前那个七 Plus 好像还没有扔。我非常谢谢苏了个苏的万圣夜，谢谢。圣万万事万圣夜，我就不嫌弃了。然后下一个，我当时还非常非常自告奋勇的说，哦，我的一点也不黑，可以用我的拍。他说，人家是十三，用瑞杰的十三拍的，人家有电影模式，你没有。七 plus 到十一到十三的差别。对，他手机也内卷。三个直播号，那不行，那只有一个账号呀，对吧？你不能用三个账号。谢谢。圣杯之灵的南瓜派对，谢谢，嘿嘿。也没有那么大差距，我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差距，但是我就是没有那个电影模式，真的是很高清，这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从来都没有这么高清过，自己都给我自己看笑，非常满意。我要看一下以前的，眼睛好看，真的。我的十二 Pro Max 也不至于，已经这样了吧？真的糊，你们看，就感觉有马驴。那个模式没有啊？老牛和小慧的那个 PV 就是瑞姐用她的十三 Pro 的电影模式，对吧？拍的。真的晚上好呀，这个消费体验极佳，真不错，真不错呀、哎，值得了。嗯，看到两个，好奇怪，为什么会奇怪？好硬的一个广告，现在是真的很高。什么广告？不是我在打广告，是他们在讨论手机的问题。那也没有吧。你说吧，你安利到这个 iPhone 十三，你干嘛？你要直播吗？还是你要跟你也这个对象打视频？我才不要冰封蓝版呢，我不喜欢那个颜色。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触感。专门的 iPhone 摄影摄像比赛，真的吗？打字的很难受。
对啊，我还是觉得白色好看。我这个白色就很好看，它那个白色后面的很白，很像那种贝母的颜色。十三的那个粉色不太好看，我觉得。完了，牙都吃黑了，好尴尬。这时候它就很不一样啊！我没有觉得，我用十一的话，我用一天也是一般的定。这个十三用一天也是一般的定。对啊，那个粉色食物真的很一般。我现在已经练就出了这个打脸功能，好吧？我这个左手机可是一流的，从来打不到我的脸。在我手上，现在暗黑机是残果。掉下来的时候，我的脸已经每次打的都是真的。查分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拿着这个 iPad， 半夜十二点查分的吗？就很敏捷。啊，就是25号才能查到分呗。这个，所以25号凌晨都能查。这不要说一点，我这个还是可以肯定的。你让他小点声，低调点。我让谁啊？贾庆明。打脸的时候。我这个砸的嘴巴的时候都会长溃疡，就是因为被打习惯了，所以现在已经练出来了，好吧。以前彩票的成果，就是有一些经历才会体育我那天就真的是被手机砸晕了，这是因为经历，不知不觉康之他们吃完了。对，这是因为有经历有实践，所以就会更加敏捷，会变得很吃破感觉我自己看自己感觉今天好难受，他们说我今天这个头发没有吃的了，非要让人掩饰。说实话我现在好饿，但是这个点在那个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可以点烧烤吃，掩饰一下，我的心里都知道我要被打。胃口还是这么好，放心了，因为我饿呀。他们说我问他们今天我今天就吃了，居然说我这个头发很喜，吃了一碗，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造型姐姐做的。我觉得造型姐姐做的头发一碗什么来着？鸡汤。他们说我这个发型就吃了一碗鸡汤，牛郎店里的牛郎发型，吃完就跳针眼。我真的是这个被无语到。什么叫哈哈哈哈？还挺合适。对。就是这个，我不记得。昨天说的。什么小面？什么小面？刘先说的小面都不行，真的就是那种，哎，我好想吃，就是那种。我记得今天刚刚拆这个盲盒。就是他们以前都很流行嘛。哇，我感觉我拆的。就两个一样的，拆到两个一样的，竟然拆到两个一样的。哇，我现在刚才一样了，但是我刘海没拔好，他还有刘海。对。就是这个举拐杖，举拐杖的这个果子。这概率也挺低，谁说的？猜到一样的盲盒很正常，好不好？感觉韩国的是很正常。你们知道我为了对啊，散盒买到一样的很正常。又不是整合，我看这俩就一。我另一个小飞机，谢谢圣杯之灵的南瓜派对。我另一个小飞机在那捅手机的时候，把里面的那个就是它后面有带的那个直的那个刚刚直的那个针捅弯了，终于断了。怎么顺都顺不忘记了，忘记了说什么。头发当然长长了，都快两个月了，这个头发染的。
我怎么这么大都不知道手机壳里有取卡针。哦，是长这样。我要给大家报告一下，你好猥琐啊，你的名字为什么要叫不穿裤子的？是长这样，是长这样。那个冒爱心的表情，好猥琐，真的好猥琐。它里面还有个小帽子。我要是自己，我就显得这么猥琐。对，这个爱心的表情好猥琐，为什么？看着就让人觉得猥琐。谢谢三千丈的万圣灯。但是其实不一样，你看，就感觉。它这里就没有那么厚，但是你看这张照片，它这一块好高，这块灰色的比这狗的快高。就是你们的名字配上这个爱心，倒也还好。它那个名字，你看，看到它那个不穿裤子吧，再加上这个爱心，就好猥琐，难受了。你别说话了，我把你踢出去。找不到了。我想，怎么会有白馨玉这样的？你别说话了，我把你踢出去！禁止人说话，主人。刷太快，我找不到他。行，就这样，下一次再说话，我就把你踢出去。是这个。对，这个天不穿裤子还好。其实上海现在回温，可能昨天刘贤本人说出，真的吗？刘贤本人说的。还是一样的。刘宪本人说要把你这个 ID 改成不穿裤子吧。是一样的。那是狗。ID 改成不穿裤子吧。哎，是猪啊，你眼睛不好使吧。先暗黑之一的恶魔头饰。他说他还没穿裤子就直接打开你的包的午餐。什么？在聊什么？刘贤真是急不可耐呀、这个看录播不也是可以看的吗？现场看不一样，我觉得。虽然我也没有看到奶包的舞台，我不记得我当时在干嘛了，就听到粉丝哇哦哇哦在那尖叫，你知道吧？太羡慕了。没关系的，我会去安慰他，跟他说你也可以，太可以。他不是去算了吗？也是。算他的真命天女。谢谢大佬。昨天那个舞台确实哇哇失败。我觉得我们还没补嘞。都有点问题。不就是穿着两个婚纱裙去唱歌了吗？还干嘛了吗？去算塔罗牌，要算自己的真命天女。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人都有点问题。你说说吧。对啊，不就穿两个婚，穿两个大白裙子出去吗？有什么问题吗？我又可以去算过我的真命天女。穿大白裙子在那唱歌吗？我还是听见 MC 的时候才知道。对啊，去找赵家蕊算的，他们都，但是赵家蕊不准。就是发生了那两件事情，都让我觉得他不准。就是我去找他算，就是我找他算了一次，然后他自己就在我面前算了一次。不就是穿两个大白裙子出去唱歌吗？一个这个。还有什么吗？中途有发生什么吗？苏珊珊算的更不准，好吧。苏珊珊当时说我会很伤心很难受，为。对，他说我这个怎么选，我当然肯定去算事业。那最关肯定是会算最关心的事情。下次我也来，这不是我想来就能来的。首先，我得有机会有一个双人优点。我当时天塌了，你们知道吗？我想，那我不走行不行？我不参加。知道吧？你们都想完之后天塌了。没得选择，人是没得选择的。苏珊珊那里算完了之后，整个人崩溃了，立马想退档，不想干了。他说：“你今年不行，就穿个婚纱，穿个大白裙子，有什么问题吗？”求名呐，对，很直接，一点都不带那个，一点都不带、那个。干嘛要靠别人？不能靠自己吗？你们一点都没有志气，好吧？怎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都是等别人，等别人啊？你为什么要等别人这么被动呢？不能自己主动一点吗？果然他不准。然后赵雅蕊也是，当时就算了。我们自己就不能拥有吗？就是总选那天，他说会很一点志气都没有哎。
然后我当时想，他们都说十二月二十九生，是真是的，就是很不好，怎么都不好。Lenin 的是谁说的定啊？是吧？叫什么来？他是易经，一点志气都没有，怎么会这样啊？不能灭自己威风，长别人志气。赵佳蕊是什么易经？我们就是有志气，虽然什么没有，我们也有志气。中心合璧。然后当时我不相信赵佳蕊，但是还给了他两块。突然给我看清醒。因为他们说这个叫什么算命叫笔钱，不然会。真的是变了，变了。现在什么都是蹭别人的。不要的孽缘。是吧？之前都是什么要什么买，现在就是你去蹭蹭他的，你去用用他们的，看看是这个这个没必要买，那个去蹭蹭。那个灵隐寺收到的钱，哈哈，这个我相信。哎，人呐、都清醒。我还在那里好好放着，给大家看一看我在灵隐寺收到的钱，可以看了吧？怎么还是灵隐寺？哦。相信自己，他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的？那个没有了，上上签还是很难出道的。白嫖惯，真的吗？说实话，有点难读啊。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先读哪个，先读左边的还是先读右边的。谢谢柚子你的温柔提示。像这种东西，肯定我发现了，真的，你们最近啊，就也不会求其他的。他说，只有心里默念一个，然后你就会抽那个，着实那个元宝，然后一抽，没有一点啊，九十九还是六十，然后是九十志气，别读了。HESSE 的弹过，等会把直播删掉，难受的。是吗？你快乐吗？你可别看，不让看，踢出去。给你们讲啊。房卡涨高，他在那算了半天，他说我算过了，房卡肯定会涨。是，踢出去，不快乐了，我不快乐了，我不播了。犄角角落里，然后我就相信。不播了，以后都不播了。大家都说他很准，他就在那使劲涨。翻了一个晚上，谢谢狗狗的荧光棒，一直在找，把我的，他让我把我的行李箱再找一遍，我把我叠好的衣服都拿出来。谢谢叶藏的荧光棒，没有，找不到。然后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下前台，我说这个房卡要钱吗？他说房卡丢了不要钱。为啥不够？一台还没够，找不到，找不到，反正也不够。我说不行，你算到了，你必须要找。你说你算的是你能找到，你必须要找。他说，哎，没关系的，不要钱那就不找了，算的不准，对吧？他就是算的不准，所以，打假。哎呦，他是江湖骗子。突然想起来，我昨天抓了一手的痱子粉，知道吧？这个是东山山水。然后抓完之后，在那撒痱子粉，撒的手上就很干，很干很干。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荧光棒和小头饰。但是找苏珊珊，某个护手霜没给他钱呢。到时候还是给他转个一块钱吧。神棍也是中国骗子，那外国的叫什么？外国骗子叫什么？女巫？怎么可能是面？女巫有什么？是。女巫是另一个种族。神护手霜什么时候想抹就抹，还要分时间点吗？爽身粉和痱子粉不是一个东西吗？算了之后徒留自己心。谢谢还是谁假？那你算完了之后那几天有多崩溃？整个人都不好了。谢谢桃花打针说不是的桃花。乐乐还是新的粉丝？不知道他是怎么就是饭还在乐呢？他想饭谁饭谁是吧？他说是饭五了吗？没有啊。好多什么算塔罗的微信啊，还有什么钥匙的微信啊，还有什么东西的微信，只有我没有，我一个没有。你上次推荐给我的都没加，忘记了。你可以去加，每个人都很相信。我跟你们讲，就是我现在我从来没算过命，一个塔罗的就算，就是我总选钱去算的。我问他，就是我这个就是成绩会怎么样，就是。
我只让孙安山，就是成员他们自己算着玩的时候算过，从来没算过这些东西。他说虽然达不到你的预期，说着我去算个命运，但是也是会让你满意的结果。想想他连一个自己出生时辰都不太清楚的人，虽然还是有点担心，但是拿啥算？总选报名次之后就对啊，拿孙安算过啊，孙安山之前给我算过塔罗呀，我上次。总选前的时候大家都去算，不是我那天算，是为什么我去孙山那算呢，是百姓鱼要去找孙山算，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也去跟着他凑热闹，然后算了一下。谢谢板道飞车的男孩。算啥时候报复？结果在那孙山都算了一个大难受，早知道不去算了后悔要死。哎呦，他给我算的好像还是挺好的。是吗？但是就是不赚钱。可能就因为你没敢拐钱，所以他给我算的是什么？我说我算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他们大家算了什么，我就跟着算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算什么。然后算事业，他说事业能达到，嗯，那只能记啊，对自己能达到目标吧。看不到的这个就是看不到什么，确实达到目标了，升格了。看不到什么。然后我算了什么，但是虽然说他只能然后我说财运呢，他说破财呀。我说破财呀，不是就是那种就是不是紧缺到时间，是他的，他说以他的能力只能去算近三个月半年的，不能算更久的以后了。就会想要就是去算一算。对，不是破财，就是存不就是就存不住钱的意思。哦，确实不赚钱。然后后面还算了个什么？算了一个感情。而且你们知道，算了感情，他当时说的是什么？他们因为他们都去那算，就是算的事业、财运和情感。然后我算的情感是什么来着？用线下塔罗牌去算。忘记了，就大家都就是都忘记了，反正是一个听上去很好笑的结果。他们真的是蛮好笑的。真名天女不是，我忘记了，说什么找到真爱还是什么东西，啊，不记得，反正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听上去比较幸福的话语，你知道吧？忘记了。就开一个，然后算一下干嘛？我算一次才赚个一两块钱，我要赚他们这一两块钱干啥呢？真的是，人家也是算着玩儿。对，我不记得了，是不记得是什么了。所有的人算完了都不够点一个外卖的，算二十。又不是真的拿这个赚钱。哎，我们队现在也没有二十个人，我们队现在19个人，包取的，算18个人，也才赚个30几块钱，好吧？谢谢忧郁的恶魔头饰。给你们算算，你要算什么？我现在帮你算，我可以就掐指一算。不，我们门口有答案之书，上次肥肥拿去玩了的。我可以掐指一算。我拿答案之书和你们，我现在就和你们算。谁要来算？我现在就给你们算。算个姻缘，姻缘这个东西，让我来掐一下指头，思考一下。这个东西，我是把答案之书拿过来。就会来。哎呦！不可强求，不可着急。只要你慢慢等候，他就会找上门来。遇到机会要抓住，对吧？就不要错失。看到喜欢的人叫上，这样几率就会更加大一点。但是被拒绝了也不要伤心，因为还有下一个人，说不定会更合适、更适合你。什么鬼东西啊，白天，对吧？我这怎么废话？我说有没有道理？那我跟你讲，哎，还有个这个，搞什么相亲大会？搞了这么长时间相亲大会，你们都没相成功，你觉得？这个其实里面，这个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就是乱七八糟的鸡汤。恶魔头饰，看我翻下这里，这个是与你告别后再无春秋，只余冬夏。然后这面是这个世界赢得多的是薄情人。哈哈哈哈哈！啊！现在的恶魔头饰相
然后这里是读初中的时候，我爸去小学门口接我。你们这么有印象？感觉这个很伤心呢。这小时候迷周杰伦，每本书都写周杰伦的名字。父亲看到沉痛的说：“孩子，你喜欢什么书？爸给你买，不要每次都借周杰伦的。”当你考成一些可以成功的东西，你们呢就自己努力嘛，对吧？咱们这看到漂亮，哀莫大于心不死，就上了。这里还有一个，真的这是毒鸡汤吧？这个，多少次晚安忠诚黑名单？烂桃花，多少次晚安忠诚黑名单？这个也太烂的，你就感有点伤心吧？这句话，谢谢偷着乐的皇冠，谢谢偷着乐。虽然不知道烂桃花是什么，你发现没有？我现在精神好很多了，我是不是可以去点烧烤吃？我觉得我的胃不疼了。是，不是，我刚刚看的不是答案，是说是这个。那当然不会了，因为这个我给你。初香。偶像最大的禁忌就是他的两个粉丝谈恋爱，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一下子没有啊，是有两个粉丝的。就是我前面不是下去吃了胃药吗？我感觉现在胃药发挥作用了，没有什么的。我是那种，我是属于那种打不死的小强，你知道吧？就疼就疼一会儿，一会儿就疼过了。因为他们已经从互相的身上干，不能点烧烤是吧？从来没有多一个的情况，好吧？什么胃疼就好了，我吃了药的，我前面下台吃药了，药姐姐找姐姐给我。太疼了，跑不了了。我的粉丝们就之间都不是很合适了，对吧？大家就看一看别人。真是。别家我不知道，没有出现过这种跟别家的。我觉得吧，粉丝和粉丝就不要谈。翻了一个，追星就好好追了，对吧？请控制自己的情绪。要这个干一行爱一行，对吧？就不要又想追星又想谈恋爱，对吧？我吃东西是和情绪有关吗？这是恶人的本能，恶，这不是情绪。你们不觉得谈恋爱很？到时候有人管天管地。那我再翻了一个。你看直播。你可以的，我可以的。谢谢暗黑之翼的万圣节之夜，谢谢。是吧？他说我可以的，我已经吃药吃好了。不觉得？谢谢周围 ALN 的魅鬼。你看我现在都不想吐了。有。我前面在那干呕呕的眼泪，眼泪在眼眶打转。做一件事情叫认真做，对吧？你们看，我又没有边直播边看电视剧，明白？我许愿，我待会儿可以点烧烤吃，对吧？我又没有边直播边打游戏，我要么就打游戏继续开这个录屏，要么就直播认真讲。继续是什么意思？说是吧？他的意思是让我再许一次，就是做事情要这个一心一意。我想苍天祈祷，我待会儿可以点烧烤吃。不要不要不要，真不要！坚定的决心会取得好结果。我的决心挺坚定的，好结果就是我能吃，是吧？会不会太委屈？饿了，这个点只有烧烤吃了。我也不会建议的。我待会下播，只能有烧烤可以点了，没有别的可以点了。这都十二点了。如果对象是周到早上才能吃吧。开钱过投票的话，那我觉得，还是看你开心了。是就好无趣啊。那就在一起吧。对吧？你问答案之书吗？收费的。你们想问什么？我帮你们祈祷，直接翻给你们看。确实，什么问题都可以。来吧，厚厚一本为你解答。父母难找。苏珊珊。发呆想问下个月能回家吗？好，你这怎么问呢？答案有富婆吗？
一个万圣节礼物吧，怎么样？这么这个、不能太贵。573个人问一个万圣节的那个就是有特效的礼物吧，怎么样？有富婆吗？好。Hello。没有人坚定的心，那会取得好结果。就是你只要坚定着你会想回家的这个信念，那肯定是可以的，因为人定胜天，好吧。谢谢发呆的万圣节之夜，人定胜天，天不能注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改的改变的，知道吧。谁没挪开过，你要点个试试吗？妈，你磕的 CP 会有个好的舞台吗？你要问吗？你确定要问吗？谢谢天尊的南瓜派对。真的吗？天尊，你要问什么问题？你让我自己努力。其实这个南瓜派对的特效还蛮长的，仅次于夜蝶了，真的。他这个南瓜一点一点往前走，还有机会往前走。真的，你这不都点了吗？我语你问什么来着，天尊？我被无语到，怎么会有人？他问的啥呀？那是什么含义的富婆？是我们队什么问题啊？可以便宜点吗？这个、哦，如果对方是漂亮富婆，什么东西呀、啊？重新考虑你的方法。你们这样看是镜面吗？是镜面还是不是镜面？能看清这上面的字吗？说的这么奇怪。重新考虑你的方法。看不清。难道你一天天脑子里都在想？有点意思，他的意思就是，你这个方法不行。重新考虑你的方法，他的意思是可以便宜一点吗？就说明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对，他让你重新思考一下。是让你觉得你这个问题就不应该问。不行，我这个叫什么来着？重新考虑你的方法。这个非常有道理。加价的人啊，禁止你。有点过分了，你的问题呢？你刚刚苏了个苏，好吧？你刚刚问的什么来着？谢谢苏了个苏的万圣夜。我是亲你刚刚问的什么来着？禁止大家在这里啊！是什么来着？说一些不切实际。对他让你加价，好吧？你刚问的什么来着？谢谢我忘记了。哎，我真的就今天就希望我的脑袋能好一点。啊，他磕 CP 能不能有好舞台？不一样，你们找富婆跟我找富婆又不一样。让富婆负责。那到什么程度呢？那这是我想有就有，那不，那真的是什么程度才叫富婆？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有机会，但是。需要，大家有责任感，我觉得有责任感就没有什么是达不成的。我刚刚其实不小心瞟了一边，这边还有一个，我要不要看一下？我点的是星巴克的凯撒。告诉别人这件事对你的意义，那其实就是负责，因为我是这样翻开的时候卡了一半，但是我最后打的是这边。已经很不一样，是吧？哎，好玄乎！好吃，我觉得好好吃。这份书很有玄乎，真不错，负责。有点东西，有点东西，真的。是吧？我收费很便宜的，来，再给你们算。还有人要，还有人想问问。我来给你们解释解决一下你们最近所困扰的问题。谢谢可可南瓜排队。所困扰的问题。谢谢。还有疑惑。有什么现在困扰着你们呢？这么厚一本书，好像一本假书啊，真的。坚持。就感觉这种厚书子一般都是放在那里当道具的那种假的空壳子。我想问你磕的 CP 是不是真的？我都没有吃过那种午饭，你们敢相信？给你翻。本人这是正义第一人士，第一正义。他抠开了这个。墨西哥鸡肉卷，我知道。他说。让自己先休息一下。
我刚刚翻的是，他还有别的机会。我刚刚翻的是什么来？我觉得我现在在台上磕的，除了假肢，但是你自己先休息一下。怎么说呢？让你先休息的意义有可能是因为，怕你太感受到太甜蜜的事情，有点甜蜜上头，要不然就是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假的，让你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了。那我就不服了，这么多人才肯德基，我教会避免你伤心。要不就是真的，它太真了。让你休息一下，怕你就是接受不了。啊，站台是吗？对不起，说错了。啥？完了，大家又要说我这个声音难受。谢谢果哥的万圣夜。为了就是看到这两个字，这个万圣夜老让我想读成圣诞夜了。站队可以，烦死！我就说，但是受伤了，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这个呢，我也不太能理解，因为我磕的 CP， 脸都给我说红了。我磕啥 CP 啊？对啊，我也没怎么磕过 CP 吧。都是磕。我磕 CP 也不管它真假。对，我站肯德。这不就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吗？救命啊！救命啊！这只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你开心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在乎人家是真是假呢？对吧？就是快乐就好了。为什么每次直播都会发生这些事情？今天他们在后台跟我说，对啊，你不快乐那你就不磕呗，你快乐那你就磕呗，无所谓是谁，你想磕谁和谁都行。是吧？你看，你看谁和谁顺眼，你就觉得他，你就觉得他们俩有可能，你就觉得他们俩就随随便便你就能给他们暗搓搓补点糖进去，那你还不是快乐吗？无所谓啊。很难受，让人难受。还好不是我说的，大家到时候去看看会放谁说。总会有交集的。反正不是我。难受。是吧？你这个问题，哎呀，谢谢孙猫人的万圣眼，你想问什么？你说吧。你打开我们冰箱空空。哎呦，这个怎么还那么长个尾巴，像猫嘞？我的封面一般是不换的。对啊，金蝉子是法号呀。乐景能发糖吗？对的。这么直接的问题，我告诉你，一般不会有好结果。今天的身体啊，很健康，不至于变成一个植物。你需要考虑其他方式。站起来，生活可以自理。不会有结果吧？什么叫多看书？未来你需要考虑其他方式。没有啊，这个有重复吗？没有重复啊，刚刚没有翻到这个。啊，我刚刚。这个你需要考虑其他方式的另外一遍就是，不要孤军奋战。你刚刚不是这个，我刚刚又换了一个，不要指望他，就答案不一样的。你可以指定翻第几页吗？你可以指定，我看一共有多少页哦？你们问问题可以指定翻页。啊，没有页数哎。没有页数呗，那这样我这样的时候你说要，你说行不行？你这样的时候说行不行？这样说行不行？好吧，没有页数，他没有页数。那是因为我一直就没有。你不能让我现在给他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谁说的？对啊，他没有页数，因为翻出来就是随机的，你下次想找这个答案就找不到。你不要在这。就是随机的答案，怎么可能有页数？那你记住它，直接翻它就好了。你都不知道我。答案之书怎么可能给你给页数的？谢谢。那这样吧，我不随便翻了，你们说翻哪个就翻哪个。真的是，无论98要问这个是吧？你尊重这些用爱发电，你尊重这些礼物。怎么突然那边开始尊重用爱发电了？只拍吃新手机拍。
好吓人！哎呀，谢谢发呆的用爱发电，我尊重，我尊重，谢谢发呆，比心。那边怎么突然开始尊重发电了？我人他说我手机不清晰。哦，我说我这么清晰，大家都送了这么多用爱发电，谢谢谢谢谢谢，不尊重我的用爱发电。我的手机还可以，挺清晰的。一下子虽然我手机已经落伍一年了，但是通过我手动调节它还可以清晰。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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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嗯，怎么五二十个了？我说的是圣诞节的礼物才能问。那也没有吧，只是到因为上一个手机特效礼物才能问。好吧，我这么黑心了。哎，你们怎么就这么按累积来的？我说特效圣诞特效礼物才能问，那他这个也是特效礼物，那就一个吧，两个是吧？然后发呆要被气走了，不可能。只要怎么会有这么小气的人？就是只要补两三千，不会的。我到现在这个手机上了呀，我到时候把手机都清空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讲的话嘛，怎么能你强加的按到我身上来呢？两三千，因为我的那个手机快。是吧，你看他们说你们继续游戏，人家我尊重发电了呀，我很尊重他，所以怎么能用发电来儿戏呢？是吧，不能用发电来玩游戏。你看我什么时候说用发电来玩游戏了？我非常尊重他。但是我又在想，如果我给我妈妈买了13，我不尊重发电，我就应该来用发电来玩游戏。你们懂吧，所以我现在一直没有动，是吧？我会觉得很难受。如果我给我用爱发电，那我给我爸换一个嘛？我怎么能不尊重爱呢？爱这个词多沉重、啊！但是买两个就发电应该直接送出，应该寄过去。所以寄过去，要不都是算了。对呀、啊，要端水。对，答案之处。可是虽然说我的十三是我妈妈给我的，好的，来，韩哥哥啥时候能录练习室？工资都交给我妈了。你看这个可以吗？这不就是我自己给我自己买的，对吧？可以。爸爸画个笔，买十四，那爸爸不要。形式上不明朗。我就要十三。我知道为什么形式上不明朗了，因为我觉得跳舞太丑了，所以形式太不明朗。什么时候等我跳舞，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觉得好看了。爸爸一定会吃醋。我在录，知道吧？我跟他讲话，他就说，就是形式上不明朗，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跳舞好看。妈妈求明了，知道吧？对。他回答的比我还真，形式上不明朗。但是都换的话，就是有点难以承受。你说你们觉得就是我现在跳舞跳成这么丑？虽然表面上没有说。短手短脚的都跳的不好看，怎么好意思录练习室来污了你们的眼睛，是吧？谢谢狗狗的万圣夜。你们说，他就是心里有意见。这本书，就是说要让我看你。他在我们房间门口放了起码有两三个月了，对吧？他就是心里有意见，但是我又没给他换电动牙刷。我觉得手动的电动刷，我自己有电动牙刷，我一般都不怎么用，因为总是想不起来充电。公眼照着看，公眼那是因为想我看我想看我的人了。那我练习室可不是你们，难道说我拍个舞蹈的练习室，你们只是想看我长啥样吗？那肯定是想看我跳啥样啊！歪屁股有点太严重，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实话。跳一个舞蹈，录一个舞蹈的视频，不看我跳啥样，看我长啥样，没必要吧？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那些歪屁股的人，因为我自己也非常歪屁股。我有，就是啊，有可能是看我练习室，想看我穿啥样的衣服，是吧？救命！不要抱过多的期待。来，继续。这都是你们不期待的东西。就是更喜欢妈妈。玩玩给爸爸买穿搭型舞蹈。玩玩现在都睡在我爸爸。那我直接录那种变装视频不就行了？为啥要录个穿搭舞蹈呢？那不一样的，就
话说我没录过变装视频，我感觉好像大多数的家庭小孩都喜欢妈妈。哎，因为我觉得虽然爸爸也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变装视频开个价吧，什么马步？哎，现在目前还没。我感觉妈妈会比爸爸对家庭更有责任感。什么抖小裙子的那种变装视频是？对，妈妈更操心，因为早上变装视频是。我上学的时候都是我。是那个，是就是。很少见到我爸起来做早饭。哎，但不知道你们说那种变装视频是哪种？有好几种变装，一个就是你开始看上去邋里邋遢的，感觉就是家庭。然后后面突然一下变得特别美，特别惊艳。还有就是那种直接就是这个衣服，然后你做一个动作，哎，就是下一个衣服了，然后再做一个动作就是下一个衣服了。但是说实话，我也没有那么多漂亮的衣服给你换那么多次，我最多只能做那种刚开始就是是这种感觉的，或是邋遢的，或者是那种比较干净一点的。下一个就换成哎比较惊艳的，或者是比较不一样风格的这种。原来你们家都这样，原来每个人家庭都这样。妈妈骂 我最多只能给你们换一套。爸没骂。这两套中间的风格不太一样的那种，不可能说，人家有可能录那种换装视频都是那种小裙子，有的时候一下一个这个小裙子，一下那个小裙子，一下这个小裙子。我没有那么多小裙子，我今年买的小裙子现在都不知道去哪里了，晾衣服晾完之后不见了。我真的是无理。对啊，妈妈骂一下。录穿搭 vlog， 我这个穿搭录 vlog 有人看吗？你们不是非常嫌弃我的穿搭吗？妈妈小时候对我倒也不凶，妈妈的性格就是。谢谢做猫人的万圣眼，你们不是非常嫌弃我的穿搭吗？竟然要我录一个穿搭的 vlog。不至于吧？爸爸，做猫要问啥？他挺知道的。他宣传的我们家后面那个剪头发的阿姨都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真的是无了你了，我现在都不好意思去我们家附近干什么事情，连后面那条街剪头发的理发店的阿姨都知道我是一个小明星。韩乐在明天等你歌词记住了吗？我让他社死你们知道吗？好，整个人一个大社死。这个要吗？谢谢抽抽的糖果。而且就是去亲戚家吃饭就是那种八竿子就叫这个啊，我完全不怎么见过，可能小时候去过一两次。你会后悔的。完全不认识的亲戚，他们都问：“哦，小明星回来了。”我当时在台上，哦，不是在台上，我当时在那个饭桌上，整个人失望。你会后悔的，要不要再问一次？然后他们就是。你要不要再问一次？大人都会喝酒，对，然后就是在那喝完，可以提问一次。美好的未来，说到时候就是万圣节礼物的那种特效礼物都行，并不指定是万圣节。参加春晚了什么的，到时候叫他们看。但对那个戴耳机回答问题的那些，真的吗？就是你问我答，东问西答呗。救命啊！来来来，开始问啊！我发现他这个答案总是有点莫名其妙的。而且最尴尬的，你们搞笑相似之处吧，总能在奇怪的点上你能 get 到。我有一个从来不聊天的，就是大学同学，现在已经各自 get 各自的点。谢谢不知名网友瓦铁尔的南瓜派，对。你知道吗？截了一个瓦铁尔，你要问什么？他应该不认识我，但是他截了个图，截了个同班的，对，截了个就是那个 CCTV 一，就是春晚上有一个伴舞，他截给我。人定胜天，那当然。我说。没有，我也想去办，但是没有机会。你们知道有多尴尬 ？EDG 能不能进总决赛？就是、真的很尴尬。这耶，就是这就是周围。虽然我不知道 EDG 是什么，都知道你们做什么，还是说换一页？一些脚趾头抠地的事情，就这个吧。难受。他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知道。此事你无法掌控。整个人一个大。确实，就是我觉得其实他告诉你，人就是要现实，你没有办法掌控这件事情。他们都知道你是干什么，只能看他们自己掌控，他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前我们就
就不是春节都会出去玩嘛，朋友一起打麻将什么的。然后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你只能用精神在支持他，哥哥嫂子在支持你的喜欢的队伍、喜欢的偶像。你很棒，你很棒，我希望你加油加油加油，你就最棒的，你第一名，冲拿冠军。谢苏了的苏的万圣节。见过一些顶流明星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个时候还是很久以前。你不能提前预知别人的命运。就是一些苏了个苏，你要问什么？然后 T1 能不能夺冠？你们见过吗？你们有没有合作过？这个当时要吗？就是坐在那里。还是换一个？但是啊，我不要。说快。这个。我还没啥事，没那个很那个叫什么来着？风平浪静的时候。然后当时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想。可以啊。大家好像太看得起。无论如何。无论如何，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能不能夺冠？其实我们都见过。和上一个答案结合在一起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做决定，在这个腾讯啊、爱奇艺啊，你再怎么问人家拿第一名，也不是你能决定的事情。换一个答案，翻了还能换答案的，那再给你换一个不？谢谢，变成那只狗狗的万，不会让你失望。那就是。比较不错的答案了，但是第二次一般都不准呢。谢谢变成那只狗狗的南瓜派冻梅菲菲。是我的书，怎么是老刘的了？这个南瓜派对啊，心不成了，要不就第一次。你们还能换答案的呢。对啊，那你去干嘛？求签算命不就一下吗？你还求两下，求三下啊？对，哄哄你。谢谢，那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失望的，你的想法总会成真，知道吧？只要你坚信这个结果，你相信他是第一名，那他就是第一名，他就夺冠。今天好吧，公演结束之后还在想31号，那我这一下直接记了咋办？记了是什么意思？31号哎，你们知道我们下我们11月的公演是什么时候吗？今天姐姐说我们是10月3号，但是我看了一下，10月3号不是周三吗？怎么那个周三？周三怎么会安排公演的？下周握手会，这周电影，下周握手会，这周电影，下周。不是说切票了吗？姐姐说切票了，她说看到是3号切票。我说嗯，不是，怎么可能3号？怎么可能3号？3号周三安排公演的。谢谢。黄的玫瑰花。明天才切票。逮着几个人使劲在那我。明天周一啊。真的。明天怎么切票？使劲在那我。从广州回来以后。什么？我来周就没看周三有挂。哦，现在周一了。又不是我握手，握手又不能握几个星。还有人要问书的吗？还不如多。可遇不可求。对啊、很久以前有走山，然后得换个戳死我了。倒也不是，我们队就是把青春的打死我了，这本书，这本坏书。可是这些这个书答案太差，哪有说太差了？就是手上有就有，没有也没有了吧，也不是新贴的就有。保持开放的心态，寻找更多的选择，尽你所能做得更好。赚的不是黄牛。不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行动。对啊，赚的不是黄牛。关注你的日常生活，避免第一种结论。谢谢吃瓜瓜的万圣节之夜。我说了，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无所谓。你想问什么？呱呱先问，呱呱问。票要300块钱一张，贵要死。以前他们说10块钱都没有人买一张，现在300块钱一张。你问完我再翻，不然，不对。现在降价了，260也不便宜，260一分钟便宜吗？不是两分钟吗？店员。是两分钟吗？好像是说是两分钟吧。是一分钟还是两分钟？不知道。呱呱，我卡了吗？怎么没动静了？那肯定是我怎么啥时候换 unit？ 那这夜你要吗？聊天啊，就比如说你今天吃什么？你今天
干什么？你今天睡得还好？放手一搏。你待会儿准备干啥？你这个明天准备干啥？以后天准备干啥？对吧？什么意思？和我就有区别吗？没有。这不是我换又一层吗？为什么要让你放手一搏？意思就是你求求我吧，你求求我，我就去考虑换不换。店员可以算命吗？不用店员算，现在我就可以。啊，怎么这么快就求求我了？那我再思考思考。你们放手几搏？我再思考思考。求求我。我倒是不会贴膜了。贴膜是真的没有，我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膜，你敢相信吗？就是跌的话就直接跌坏屏幕，我所有的东西什么 iPad 啊什么手机都没有膜。谢谢金色标记号的奶茶。这个话 Unit 也要看人家想不想跳舞，这个 Unit 好不？嗯。但是我现在用 iPhone， 你们先求求吧，我再思考思考。还有要问的吗？不然万一它跌坏了的话，我会心疼。而且我这个人又很容易跌手机。祝纳米纳米纳米，谢谢众众猫人的万圣夜。你要看什么？你要听什么？主要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头发不乖，不适合跳拉米，拉米是乖乖女哎。啊，我装了一个壳子，因为这个拉米还穿制服哎，制服用这个黄头发看上去好像不良少年，我不喜欢。起码换成黑发再跳拉米吧，不然不尊重这属 unit。相比 B A 更好吗？怎么看？什么意思？蜡笔小新。哎，相比 B A 更好。先给你翻了哦。他们说我这个丑。这页要不要？对吧？你是在转推是吧？相比于这个成员，那个成员是不是更好？是吧？翻个前面的。啊，好。这个，可乐很像异形，在两个人之间做选择，多可爱！嗯，对吧？是不是这个？今天被他们吐槽的时候，我的手机壳丑，气死！以更加舒缓的节奏进行，你自己解读这个答案吧。你们也可以问谜语。谢谢，完了。以更加舒缓、舒缓的节奏进行。一秒钟救我，不然慢慢来，观察一下，慢慢转推。行吧，反正你自己按照你自己的谜语答案去解读这个答案吧。你们也可以问谜语，如果觉得有些话问出来着实有一点不太好的话。谢谢钟如烟的万圣夜。钟如烟想问什么？确实是你为什么要搞个繁体字，但是不得不说你这个繁体字看起来就让你的名字高级，理解理解。一会儿让忙吗？一会儿让忙这排队啊，你们可以选要前面一点的还是后面一点的还是中间一点的，这边是前面，就是工作完了这边是后面。是洗澡，你的 CP 啥时候能跳落日弥漫？前面后面中间？对，因为只开了两间房，我们队有19个人要排队洗澡，按顺序洗。我等会儿先晚上进去洗，我就不排他们。晚安了，那你晚睡吧。谢谢不个性签名的十个荧光棒。估计他们回来之后，你想要哪个？13页？怎么可能能翻到13页啊？我是数吧。房间最忙的时候，我就在这。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第七页，第八页，第九页，第十页，第十一页，十二页，十三页。倒霉，别的队就没有接。你的行动会促进事情的发展。10点多钟才结束，就完全没有地方洗澡。你的行动会促进事情的发展。能不洗澡？你在那个台子上滚来滚去，那么多人穿过的衣服，你们好好笑！你们怎么什么东西都能搞到屁股里上去了？一身臭汗，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太好笑了！来来来来，继续。啊！厕所也不能冲吗？你
这个问题很具体啊，所以说了水水会过期。其实说了水水肯定是不能用的。谢谢做猫人的万圣。那就尽量不在房间上厕所。你想问什么？不要这么具体，我自己。谁在骂我？是不是你们？我们就在宾馆上完厕所再回来睡觉。可能会在这个直播间破产的程度。怎么会啊？不会的，不会的。很操心我们房间的厕所，我们房间很整洁的。我可以不再，我可以不再发疯了。好吧，明天再上厕所不行。你要问这个问题，发疯了吗？好，你要前面的、后面的还是中间的？已经有味道，这个直播间已经有味道。前面的、后面的、中间的、后面的。进啊，这个可以吗？中心对面。不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行动，走几步就到。不要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行动，你就不会再发疯了。如果你有压力的话，那人都会容易变得蛮疯狂的，毕竟情绪是很难控制的。能控制住情绪的人都是非常了不起、非常厉害的人，知道吧？就在对面走两步，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谢谢大师，对，你要谢谢他。确实要带挺多东西的，要带洗发水、护发素。有压抑的情况下，谁都会发疯，好不啦？废话文学。但是大家有必要问这么具体。今天打游戏骂了一下午，蹭到了。我自己可以。打游戏有很大的压力的，好吧？你有好胜心，你想争强好胜，那你就当然有压力啊！我就想赢，你想赢，这个压力就压住你了。好奇心很重啊。看明白，这书就是没有明确答案。其实算命和看塔罗还有看那个星座啊，算命的话我不太清楚，塔罗和星座的话不也就是不太明确吗？星座也是就是模棱两可的那种，知道你每个解释都能，只是你想要那个答案，你就能把那个解释套到自己身上去。又爱看热闹，求知欲又很强，就是因为求知欲强所以爱看热闹。所以嘛，还是人定胜天，你只是有可能你听到了那个结果，你会觉得啊，我有可能，我有希望，然后你的心情是好的，你的状态是好的，所以你的人就是往上奋进的。如果你听到那个然后觉得哎，就提前暗示你了，比如说你算了一个不好的结果，你会觉得哎，我以后都这样了吗？然后我这下半年状态这么差吗？然后你的心情立马就低落下去了。谢谢铁板烤科技的万圣夜。然后那个你想问什么？吃火锅，然后但我没有算过命，我不太清楚。然后那个服务员被警，你明年大学毕业的去向，你要前面一点的、后面一点的还是中间一点的？几个人都好好奇，我说、啊、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还在想，不会这么倒霉吧？因为他们不是说最近上海就是总是有一些社会性我翻新闻嘛，然后我们当时已经在门口已经瑟瑟发抖，但是我们还是走进去。你最好把重心放在你的工作上。然后其实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你这样问的学业的话，那就是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学业上。还是问了服务员，问了服务员说：“你们为什么服务员被警车带走啊？”学业，大学毕业，我就工作的去向，让你去就业。老爷爷到他们这个地方来借用了一下厕所。大学毕业确实该找工作了。但是在厕所门口滑倒了，没有人敢。这就取消考研，啊！但是我觉得考研的话可以争取一下吧。这种事情就包括很多在工作的人也会想要考研啊。如果这个老爷爷在我，你刚好大学毕业就正好是考研的好时候呀。面前辅导，滑倒，我敢扶吗？但是最后没有想出来，没有想出来一些。都要11月了，还是好准备考研吧。对啊。你会自己也摔倒，那也不用了吧？你可以就是。对啊，当然还是要考的，最好把你的重心放在你的工作上。那你现在在考研的话，就是你最好把重心放在你的学习上，赶紧好好学习，考研备考，好吧？虽然还没准备就是了。那现在就在提醒你，赶紧把重心归位。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叫过来，什么知道吧？就是服务员啊，朋友啊，赶紧归位，把重心放准确了。好，扶起来不行吗？我的妈的，哄！
上海落户还是要盐，真的吗？那我们就不讨论。上海落户考研就可以落户了。谢谢 F R A N 的南瓜派对。你想问什么问题？那就打电话给警察叔叔。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老人跌倒了之后，你是不能扶的，因为我的奶奶就是跌倒了之后脑溢血了。脑溢血之后，我爷爷他不知道，他脑溢血就把扶起来，就整个拖动移动的过程中就更加严重。我磕了4批，来年会怎样？然后就前中后、嗯、还是我随便翻，没有就是没有抢救的过来，所以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但是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就翻了，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对，因为我爷爷不知道，他以为我奶奶就是纯粹的跌倒，但是这个吧，啊对，等，因为没有这些常识嘛。你磕的 CP 来年会怎样？让你等，就是最好不要进行一些移动，就立马要打电话来进行，就是专业有专业人员来进行一些去救治，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情况下的，我的猫多大了？我的猫三岁了。移动的话就很容易加重严重。刘星矮子什么时候在的？但是已经是很小很小。没有什么事情是等不到的。是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爷爷应该是最难受的。反正时间会替代一切。哎、说到46，说到谢谢纵猫人的万圣夜。纵猫人要，对，那我播到一点了。纵猫人要点什么？而且老人不能摔跤。说什么？因为我不是前一段时间我爷爷生病了吗？他就是因为摔跤，然后就只有摔跤，就是非要骑自行车。我可以非要骑自行车去街上买菜，我可以一直在和你快乐遨游吗？中然后 就中间那个呗，随便呗。摔完之后就有点中风了，就在 ICU 躺了好几天。看是这个还是这个啊、哦？医保一定要叫，没有医保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生病了去医院都交不起医药费。明天应该有最爱拍档第二期，那不得卷死啊！这种吃到甜头之后，我妈妈就是那会卷死。有两个，一个是不要指望他，还有一个是投入并享受这个过程。对。拍的时候，这两个都锁在，就是这两个手是锁在这两个中间的。现在虽然就是有一半的身体就是。有点中风了，但是要不你折到它中间的这个也行，就是在医院你要的答案会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也还挺健康，反正就是对截然不同的两个答案。因为我刚才这两个手戳到这了，中间留了一叶子，戳到这中间去了，你知道吧？我跟你们讲，没有办法，就这两个答案，一个是不要指望它，第二个是投入并享受这个过程。你明年能不能再和你继续快乐的遨游？不要指望他，有点不太现实，因为在河确实蛮快乐的。知道吧？你不指望他快乐，你指望什么快乐？那就只能说投入并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你在这里面就是快乐，你享受这个过程就是了。为什么要考虑之后呢？你们都不睡觉，12点都不睡觉，11点钟了都有。有时候不快乐。假没有放很久。不快乐的时候。29号就有。那就不要指望他带全部带给你所有的快乐呀，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带一直来带一直能给你带到快乐的。噔噔噔噔噔噔，这看完就可以学会了。29号，没有什么东西是能一直给你带来快乐的，再怎么样都有不快乐的时候。这么人喜欢预言，对吧？怎么可能会一直会有带来快乐的时候呢 ？Rose。这么多人喜欢肉丝，肉丝再说吧。冒泡小天使那也不呀，你看养猫很快乐是吧？我养猫的时候很快乐，但是他们搞事，就是搞事情的时候、捣乱的时候，那我就不快乐呀。没有什么东西会一直给你们带来快乐，豆包，总会有不快乐的时候。我嘴巴都干了。这样你投入精力了，你就会有不快乐的时候。口红都掉了，对吧？怎么可能会有永远的快乐存在的？那这个就只能说，如果你一直对那件事情很快乐，就说明你一直没有心，没有用心。陌生人的话多难受，以
前的我，以前在其他地方的过油都没有成功过。你就一直没有用心，游因为只要用心了，难免会有糟心的时候。一下子就神龙了，十只卷。如果你要一直快乐的话，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心的人。因为总会有担心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你喜欢他的话，你喜欢他的时候是非常快乐，但是你非常用心的时候，你会替他担心或者是担忧，这怎么样都会。对，什么好心没好报呀，只能说你会人嘛，难免会有操心的时候。拜拜，早点睡觉，大家明天要上班上学。拜拜，晚安晚安。那这样说你对啊，你爸爸妈妈和你在一块的时候还不是很快乐，你爸爸妈妈有你的时候也很快乐，但是你从小到大的成长，你也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快乐，但是他们同时也担心呀，也操心呀。担心你的一切，担心你所有的不开心和你所遭遇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就是你就是快乐和不快乐都是相互的。永远快乐的人估计只有傻子，也不能说傻子，就是那种怎么形容，有可能是就是那种脑袋有一点点小小的就是疾病的那种人，因为他有可能就像只会大脑额叶被切除的，预知能力有点问题的才会一直快乐。对对啊，就是这种开心和疲惫并不矛盾，你喜欢他很开心，但是真的很累，就是这种事情就肯定是会有的。谢谢黄的糖果，所以没有办法，没有难过怎么能体会到快乐。对啊，快乐是感同身受的，但是人是有情绪的，怎么可能没有情绪呢？快乐是一种情绪，难受伤心也是一种情绪，快乐也是一种情绪，你怎么能那么完整的把控自己的情绪？谢谢做猫的晚生夜，你要问什么？问吧，坐起来啊！你说，哎呀，喊叫的是傻子吗？我自己翻，你既然问的是我，那我就自己翻了。告诉别人这件事对你的意义。我是不是傻子？对你有什么意义？你说吧。现在我反问你，我是谁说的？那我就不是。怎么可能？人都有难受的时候，好不啦？哼，我能一直开心，那也不，并不会的。没有谁是能永远一直开心的，都会有烦恼之时，好吧？突然开始煽情。唉，怎么说呢？是呢，怎么突然开始走煽情的路线？不会哭的孩子没糖吃。你在说我？我现在就哭给你们看。嗯，是俺今晚 emo， 为啥 emo？ 怎么突然 emo？
谁说我直播哭是特长了？谁说的？为什么一定要哭才有糖吃？没有哭也不哭也有糖吃，想吃自己买。谢谢远远的糖果，昨晚哭够了，为啥？干嘛一直要哭，是吧？谢谢狗狗的糖果，哭怎么了？用哭来得到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我的眼泪很值钱的，干嘛？我的眼泪很值钱的，干嘛？那随随便便就让它滴下来吗？不滴。我还是想想冲冲五十来记得。你讲这个我就要哭了。算了。珍珠类很贵的，嗯，也没有吧，就是不。年迈肥肥就哭了，我才不呢。那是肥肥拒绝我，他一直拒绝我，他拒绝我很多次，他个坏人。哎，你怎么就提前？谢谢发呆的发电，也谢谢爱心比心比心比心。哎哎，怎么有预知能力的啊？这个人，你这句话才发完，人家就有了。你们俩一块儿吗？你们俩一块儿啊？你刚说完那句话，我刚还想说你，真的有点过分啊！你们真的有点过分啊！怎么就，你干嘛给人家这种压力啊？人家你干嘛要有？人家为什么要顶着这个压力来干嘛？本来就是一件想看就看、喜欢就喜欢、快乐就快乐的事情。你们这个，你们这，你这句话顶着把人家顶到那个地方，多难受呀！我刚想讲你，没有想到发呆这么配合。这俩还养尊处优还在，什么古早老离远老远的那个啥了，不要瞎扯，你们不要瞎扯，不要给人压力，好吧？快乐就好，好吧？谢谢天尊的万圣眼，天尊要来算命了，算什么？你说。这书准吗？你既然信这个书准不准，你这句话，你是问的这个问题是吧？随便翻，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我好像翻到过。用书来考验书。好呀，你来吹头发。啊，这能洗头？他吹头。但是在哪洗的？啊，在酒店洗的。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像这些，不能信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知道吗？你竟然来问这书准不准，他都告诉你了。
怎么能信一本书呢？你的命运就像你就相信你的命运靠这本书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问这种傻问题。对，这个人说的。乐知道左脚踩右脚可以跳很高吗？我不知道哎，你下次给我示范一下好吗？这揍猫人的万圣夜，你给我示范一下，让我一会儿看看左脚踩右脚能跳多高。万圣夜，你想问什么？我是不是很喜欢他？女字旁的他也，女字旁的他也，你说吧。你要哪一段部分的？中间的、前面的还是后面的？深夜环节到了吗？什么 emo 的时候啊？那我随便翻了，你就不讲，就他了。继续，继续的告诉你，继续喜欢，不要停止你的喜欢，继续继续。Good, good. 哎，看你自己了，这都是自己笑笑就哭了，我两滴珍珠泪。是谁啊？妹子。啊，好像来水了，不是吧？我们不是去酒店洗澡吗？来水了，阿弟。妹子，你放一放那个水龙头里有没有水？来，继续。终于有肯定答案了，是妹子吗？我感觉听着不像吗？哎，走了，原来是。哎，没在那头啊，水龙头有水。不是吧？来水社长真的亏了呀。啊，对，但是其实他们有人会想去酒店，想去酒店睡觉。嗯，那酒店还自己房间干净。有人就喜欢睡酒店，又不用自己搞卫生。又不是好酒店。晚上可以随便玩，又不用自己搞卫生。可是，好酒店也很脏的，好吧？你看那些好酒店的床单什么的，应该都会每天换。那是不是可以续一点点时间？可以续啊，床单是每天都换，但是人家床单都很脏的。虽然都用巴士泡着洗，但是我觉得还是很脏。但是我感觉那种很好的酒店应该不会很脏的。哎，嗯，有些好多你没看新闻吗？有很多五星级酒店都不换床单。啊，嗯，那肯定是自封的五星级。怎么可能啊？这种东西就跟学校一样，怎么可能还会自封啊？不然不换床单。哎，我们把矿把你买的那个水拿一桶上来。还没喝完。我说社长买的六桶大水，我们拿一桶上来。赶紧的，待会没了，明天没了。应该不能吧，我觉得我这个人不至于这么穷酸吧。主要是大家吃完饭饭饱就不知道，他们待会吃完饭吃饱之后回来看到水之后就直接给弄上来了。对啊，五星级酒店和快捷酒店其实都差不多，只是说有可能服务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并且是环境会好很多。那水能喝吗？农夫山泉。哎，是吗？对啊，张姨，李子，跟我一起去拿外卖吧。快，啊，去，去拿水上来。拿什么？外卖。为什么要我拿？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好。去卖拿水上来。Let's go。来水。耶耶。对啊，其实有的床单，就像有的时候怎么说呢？就像有的时候你去一个酒店，然后你只是就去了之后，
像那种，比如说你看，你开了就开了这个房之后，你在那里面待了一会儿，然后看了一下，在床上躺了一下，然后就因为你经常在外面去酒店的房间，有些人他就不在乎这些的，他就会穿自己在外面穿的衣服，然后就躺在床上去，然后躺了一下之后又发现出来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有各种意外的情况，就哎不想住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想换一个，就是觉得这边风景不好哦，要换一个更好一点的酒店，然后他就直接去找前台退掉了。退掉了的话，他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个啥了，床单肯定是不会给你换的，大部分是不会给你换的。所以酒店这个其实说实话，你要干净也不能说特别干净。我们住酒店会留一摄像头吗？我很少住酒店了。谢揍猫人的皇冠，谢谢谢谢揍猫人，嘻嘻。但其实说实话，在外面想要自己睡得舒服，还是会想要脱衣服的。我都很少住酒店了，我都没有住酒店的机会了。以前住酒店是从分团来到上海，每年总选或者是 B50什么时候会来到上海住酒店，先或者是出外务的时候住酒店。现在没有啊，也不用来到上海干嘛了，也没有出过外务。就没有住过酒店了，已经很久没有住过酒店了，还是中心住着挺舒服的。自己的床干净，别说了，我哪里5D都有房了。5D都有房有点夸张了吧，等我真正有房了，我就认你这句话好吧，我希望这句话早日成真。你可不可以用刚刚的皇冠再问一个？那你问吧，反正那也是一个有特效的礼物，发呆也可以问，但只能问一个。5D都住过，住是住过。期待我早日5D都有房，尤其是现在的和上次的。好吧。能不能立刻结束 emo？ 好，我帮你翻啊。你可能会有反对意见，就说明这件事情你不能立刻结束，因为你不能完全说服你自己。就算我跟你说你现在能结束 emo， 你也会有反对意见。因为你自己没有说服你自己，你说我就说结束了，你现在很快乐，你也不能，你只能自我安慰，我现在很快乐，但是你心里还是 emo 的，对，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正，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什么只是你想要的保护色，这是首什么歌？这是你想要的保护色。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是在纠结了。微笑只是你的保护色啊！不记得这句怎么唱的啊？就叫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原来是这样，我懂了，我懂了。啊，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是吧？唉，网易云时间到。哎，前面好像我前面是，好像有人在问我正经问题什么的，我记得有一个什么蛮正经的问题来着，我当时准备回答的忘记了，是说什么来着？是说
不是翻书的问题。一点怎么还查不到分卡了？这是最正经的，你问了啥？哦，我们圣诞节公演是吧？我记得是有人问是不，我们圣诞节公演，不是翻答案之书的时候啦，就正常聊天的时候啦。你懂得还蛮多嘛，了解的蛮多嘛，真的好正经。不知道，这么快开始准备圣诞了吗？不是这么快开始准备了，是不确定，我们还不知道圣诞节还能不能给我，不知道圣诞节还能不能给我们呢，因为我们没有舞蹈老师。反正当时是说给我们的，舞蹈老师哪有那么快就招到的？没有舞蹈老师就没有人给我们排特殊公演，没有人排特殊公演，那我们公演就会，大家就会觉得我们跳得不好不起。看到百姓宇的外卖了，人发出了非常，天哪，这个是啥？哦，是我想的那个。眼神发光了，对。百姓宇吃了啥？百姓宇吃了好吃的。突然快乐，有吃的我就很快乐。看来是我想吃的，嗯，还不能说，有什么不能说的？绝味，好久没吃绝味了。哎呀，谢谢隐藏 ID 的万圣耶！哎，隐藏 ID 是要问问题吗？还是说就是想送问礼物？谁说绝味食虫了？我只是很久没吃了，因为我这段时间前段时间有在家呀，家里的好吃的可比这绝味好吃多了。我家那边的鸭货酱板鸭，我问问题你不能拉黑我，你问吧，我给你翻书。绝味哪里拉了？我们吃绝味鸭脖都是吃的五香味的，是吧？狗妈妈蛮不错的，但它不能放很久。你问吧，我给你翻。你是要问这个的？啥时候能发糖啊？我给你翻。哎，完了，翻了两个。哎，打开的是这个。你想要哪个？有一个短的，有个长的。你想要回答长的，还是要回答短的？给你选择吧，因为我刚刚又掰开了两个。长的就是不幸的事可能发生。谁发疼啊？他不幸了，不幸的事情要发生，好惨啊！我们俩什么时候能发他？你说发糖完了呀，上面答案之书说的是不幸的事情要发生。百姓在旁边哈哈好惨哦。短的是的 yes 是的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呀。是的是什么意思？谁问的？让我来看一看。没有了，你隐藏 ID。为什么会有两个？又没有，是我刚刚掰开的时候就这样了，然后这样打开的时候这个也掉开了。那你应该重新给大家翻一个。重新翻一个？重新翻一个就是勇敢说出来。勇敢说出来。
好好笑，你勇敢说出来了，你这个问题问的很直接，你看他们都不敢问，勇敢说出来，给你发个糖，什么才叫发糖啊？好好笑，因为他们，我刚刚有人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下面很多粉丝说，你真敢问啊，好直接，是吧？勇敢说出来就有，是吧？有道理，来来来来，还有人要问吗？我好笑，也被笑到了。白信嘲笑这个人。你要去看叉叉叉的生日公演吗？叉叉叉是谁啊？你在问问题是吧？好，我给你发一个。先把其他事情做完，他告诉你了。先把其他事情做完，你就能看。好的，那别去了，那说明你的事情还没做完是吧？反正不是我，我也没有生日公演，那你别看了，待着吧，好好上班。哈，谢谢黄的恶魔头饰。怎么突然这么准啊？我不知道，这命中注定。好好笑，这个书，有它神奇的魔力，怪不得你要隐藏 ID。怎么说呢？其实还好，你们改名也改得很勤快，能算寿算寿命吗？这个有点大吧，这个问题有点大吧，寿命这个事儿不太那个啥吧。这个不太好吧。对吧，不要拿这种书开这种大玩笑。好吧，对，这个有点大，这个有点大，就太认真的问题还是不要太相信这种书，不然他给的答案不如你心愿的话，你有可能会难受很久。对，就真的就像你算塔罗和是看星座一样，如果他就是你看星座和算塔罗，他给你的就是不好的答案或者怎么样的话，你就会难受很久，你想怎么可能不会这样的，自己要难受很久。不要轻易相信这种，还是要相信人定胜天哈。对，答案就是在自己，还是要相信自己人定胜天啊，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好吧。我播到1:30吧，现在都1:18了，爱情还是可以的。怎么，爱情就不是大事儿了？你刷了一个半小时网页，因为你现在不困了是吧？爱情啥也不是，谁说的？人还是要相信有爱，好吧？反正没有爱情，但是要相信爱，要相信爱。不然的话该多难受呀，大爱小爱都有，并不一定是爱情。谢谢飞翔的男星人的万圣夜，你要算什么？你说发号成绩，我刷图。飞翔，我给你翻。你不会算爱情吧？不是吧？爱情刚不是，明天白酒股会涨吗？我也希望它涨。你做什么也改变不了结果。确实我做不了，我改变不了这个结果，
我又不喝酒，没有，是因为我之前买的白酒，去年买的白酒一直没有卖，一直没卖，但去年年前涨了很多，然后年后就哗一落千丈，然后好不容易涨起来一点点，又哗一落千丈。现在白酒，嗯，你说人这么多人爱喝酒，为什么白酒就起不来了呢？我没卖，因为我都放在那里面忘记了。新能源确实在大力发展的。我是典型的金牛座吧，嗯，不算太典型，看情况吧。我觉得我有时候挺双鱼的。今年过完年，就是农历新年一过，一个大跌。新能源涨得厉害，五菱宏光厉害呀，五菱宏光那个小车车厉害呀，厉害厉害，心动啊心动啊心动啊。就是谢谢飞翔的南星人的万圣夜。新能源最近煤炭不也涨了很久，涨了煤炭现在不也在被压着吗？煤炭我的妈，一个上涨。听一首歌嘛，可以啊，等一下好，把这个蓝星人的算算。过年每逢佳节送白酒很正常。谁说我不缺钱？你在说我还是说别人？中概互联能回本吗？啊，中概互联是什么？我没有看。我给你发啊，能回本吗？寻找更多的选择，他的意思是，你可以考虑别的。早日跳坑，在这里跌着，在别的那里早涨回来了，不要指望他回，知道吧？等他回来，你还不如买一个刚好在涨的鸡，它涨的，它回来你跌的那一点，在别的地方一下就给你涨回本了。寻找更多的选择，这个答案确实给的蛮不是模棱两可了。你总称那。要不就熬着吧，总会有回来的时候，只是他回来不如有些他直接给你涨了。但是我也不能给你诚恳的建议，因为我不怎么看这种基金，我只是就是单纯突然也不知道当时是谁突然就买了就买了。嗨，我只是单纯的韭菜，我就是一个大韭菜。买多吗？不多。人贫穷，没有那么多，就是之前买的，买了就一直丢在那儿，没忘记卖。都是韭菜，我就是韭菜，我就是个大韭菜，丢在那里，给它涨就涨，涨也罢，跌也罢，它就在那里，不多也不少。嗯，现在少了吧？我已经很久没看他们了。谢谢揍猫人的万圣夜，揍猫人要问什么？不行，这等这周就要把他们弄出来。人贫穷，是我的错吗？你这太 emo 了吧？这段时间，嗯，你今天 emo 的问题太多了哦，我给你随便翻一个了。好笑，他答案是你只需要感恩。还有一个，就刚刚一不小心错了两个，还有一个是此事你无法掌控。感恩的心，感谢有你。那你就是此事你无法掌控。翻了两个是吧？那我重新给你翻一个。
玩的开心。你做什么也改变不了结果，你可能会有反对意见，这和另一种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坚定的决心会取得好结果，这可能会很特别。相信你的直觉，你想要哪个就哪个，玩得开心，好吧。最后五分钟了，唱首歌，想听什么？刚那个什么，是不是刚刚发呆？是不是想听歌来着？既然你没有把你那两个问题问完，就给你送一首。啥呢？想听啥？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原来还有这么多，我总不能犯到重复的。省省力气吧，放手吧，给你翻的。相信你的直觉，情况将会很快改变。怎么？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是不？当你孤单时候，你会想起谁？是这个吗？不对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只会唱副歌。这大晚上听这么 emo 的歌不合适吧？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面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你看啊，这不是大家相互陪伴，有啥阴谋的？这天会黑，人总要离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们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不想让我陪你走一回。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情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好低呀、啊！嗯，我怎么记得小乌龟不是他唱的吗？那个小乌龟还挺高的，怎么这个这么苦这么低？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是吧？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怎么下床是抽根华子、啊？
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陪你走一回，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说实话，我感觉这本书在外面啊，已经被那个走廊熏臭了，隐隐约约总感觉在打完它的时候有一点点臭味儿。那要不再来一首？嗯，嗯，真的有一股臭味儿。你要听一个快乐的吗？不是口水味儿，就是外面的那个走廊的臭味儿。因为纸其实是蛮吸味道的，这么厚一本书呢，肯定要悲伤到底。嗯，连养猫要哭了。那我还闻，闻不能闻了，我已经习惯那个味道了。分手快乐啊，分手快乐很悲伤吗？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什么是你的保护色？太悲伤了，这几天还没走出来。不是吧，谢谢隐藏 ID 送的万圣夜。谢谢隐藏 ID， 点歌了点歌了，你点什么你说。你的小指是你穿的保护色。这个是道歉的，对不起，道什么歉？会上手不如来杯茅台五粮液也行。酒真的能一解千愁吗？我只觉得借酒消愁，愁更愁。只是当时一瞬间你忘记了这个，也没有忘记，除非你醉得太那个啥了。并且你醉的时候你也会愁。来是后来。啊，除非你是真的给自己醉晕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开始想，我昨天干了什么，然后会发现你在给自己醉的不能醉的时候，你干了很多傻事儿，是吧？喝酒只会让你花钱，真的吗？你们喝酒都花钱呢，还是富贵？我们后来为什么喝酒会花钱啊？冲动消费吗？喝酒就会冲鸡腿，啊，原来是这样啊！行吧。啊，泰国有 KYS 味道香啊，没事。我总算学会，总算学。可是你早已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2021，珍惜眼前人吧。发呆，很多情商哦。你这话讲的好像很多情商哦。伤的也太深了吧，这。
这个后来不是情商的吗？后来这首歌还不够情。那时候我的爱情，为什么就没那样简单？后来这首歌不是首情歌吗？情歌受伤的那种吗？对啊。就像是的深夜里，他来换蛋糕了。他来吃蛋糕了啊？怎么可能呢？啊！我在直播，你小心点哦。好，吃口吃口。昨天放在这儿的。不是我，就是我。传出去，小慧要给百姓表白，快告诉我。我说表白不是真的表白，太长，但是我那个叉子没拿过来呢。在学会了如何去爱你，而远去消失在人海。你尝一下。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我知道了，小慧，你是不是想和百姓雨住，想成全我和老刘？哎，你怎么这样喂的？这么大一坨，真害怕！你拿了反的，难吃。我现在就去告诉老刘。嗯，好吃。走吧。牛排这种有一点点咸，好好吃啊、嗯，是吧？好好吃啊，奥利奥味的，吓我一跳，我以为这是那个谁，谁啊？哦，啊，很像，这是我，这个角度看真的很像。好，吃完了，很好吃，这个蛋糕是不是？回忆我。我是很沉默。我们房间不是有那种蛋糕的那个盒子吗？还有碗的，丢掉了。百姓园没有啊，我不知道了。就是一个纸盒子，可能我觉得很占地方。啊，对，好像就放在这还是放哪儿的。你看我们那儿有，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来，总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就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都不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送你们星星。你看吧，这首歌真的很悲伤。有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这不是情商，这是什么？这就是情商。谢谢飞翔的蓝星人送的万圣夜，谢谢谢谢，祝发呆早日走出情商，怀拥抱快乐。最后一首，睡觉了。喵，你还要听？你还要听？听首快乐的吧，怎么样？就是我给你们送个快乐的，听个快乐怎么样？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这是歌吗？我是真的，哎呀，真的真的很爱你，哎呀，你都如何回忆我？这个歌也很悲伤吗？我没听过，你这太伤了吧。
我不是说送大家一首快乐的歌吗？为什么要给你们放一首难受的歌？我还饿吗？饿呀！我待会下播去吃小份蛋糕。不对吗？谁唱的？这个吗？言承旭不？没有言承旭的。啊，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有个狠，我少打了一个狠字。啊，那个蛋糕好好吃哦。再回味。啊，这边都带夹出印子来了。框眼镜，它不重，是我刚刚老是用手按它，人手欠，准备可以卸妆了，都不用出去洗澡了，好快乐呀！不然洗完澡还得穿着睡衣跑到中心来，好麻烦。准备去洗，卸妆。大家都悲伤到一块儿去了，怎么这么悲伤？但我们去肯定是组团去了，不用担心不安全。对啊，离得很近。你们怎么都这么伤心的？哎呀，没扎好。正常来讲，要去卸妆的时候扎的马尾都很好看的，为什么我今天扎不好看？是因为我在直播吗？有什么好伤心的？有哪有那么多伤心事啊？人生在世，短短这么几十年，为什么要那么多伤心中度过呢？不能快乐一点吗？什么嘛？我也很难过。是难过会难过，凡事也得想开一点呀。哎，没哭，哭什么呀？钢线扎的。这么难过，你们就更难过了。啊！丸子头不就是打个纽扣上去吗？丸子，你是要大丸子小丸子？就扭一扭，扭一扭就扭上去了。怎么最近老说家乡话？就是正常的丸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嘛，一个丸子嘛。但是有的丸子是就是这样一个花苞。嗯，我现在这个卷发在脑袋上，好像
好像那种脑袋上盘了很多那种蛇。情绪总是要宣泄，不然人会憋坏的，听歌就挺好的。会憋坏你。沙发都被我坐走了。哎，站住。还行吧，我觉得还行吧。难受的时候就多吃，多吃一点。等你吃饱了，吃撑了，你身上的细胞和所有的一些细胞都去消化，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干别的事情。哎，这个衣服。好了，我要准备下播了，大家早点睡啊，都快两点了耶。但是容易吃胖，难过的吃不下，谁说的？难过确实也会有吃不下的时候。不说了，说多都是泪，大家要开心一点，好吧？胖了更难过，那也不行，那也不能饿。吃吧，白心宇，白心宇，白心宇出去了。我是说的你没动静，他是不是去吃蛋糕了？我要去吃蛋糕，拜拜。怎么会？你不吃东西的话，你饿的话，你不摄取食量的话，你会更难过，所以就还是得吃。拜拜，拜拜拜拜，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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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大家今天也蛮辛苦的，哎，我走了。